兄弟们，五阶魔道团收菜，又是三件光明装，咱们直接拿下，圣蓝法宝先给龙王配上。还有把杀人剑，十分的碍眼，咱们重铸一下。嗯，直接就是光明大帽，咱们也给龙王配上，让你们看看这是个什么伤害。一星还砸不死人，蓝条就很长，然后被一星稻草人召唤群压，嘎嘎乱杀，血量颇有危险。没关系，咱们琴女还差一张，直接服用地丹，冲破天罡，祥云泱泱，群星见餐。然后把神器拆下来，这光明装备跟琴女就很配，夜不寐，生油费，暗黑魔女斗琴位。